应该给地标呗。地标？哦，好啊。这个感觉是在地底下，是不是？不见天日哎。对啊，好像是地底。我被移动减速了，为什么？被咬了。这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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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只虫是什么？烧起来了。那是什么？你问我？我没有看到它哎。你觉得我看起来像虫吗？是蛮像的啊。先生啊，我看你是没有被虫给……对呀、啊，BOSS 嘞 ，BOSS 在哪、啊、？BOSS 嘞，我看你像 BOSS 吗？啊，他血条一直在你，你都不带我玩我根本不知道啊，讲的我会知道一样，嚯，没有用处。先生，我也是第一次玩啊，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找啊，找什么？找，前面是不是有一只在飞的、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？这苍蝇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他们，这什么大黄蜂哦？是蜜蜂吗？打不到它这是友好生物吗？真的，它是友好生物苍蝇是友好生物。世界大，哪里？哎呦，有虫来射它，射它。射不到打你枪！哦，不要它咬我！在哪里？哎呦，不是啊，这是它友好生物我不要叮啊！痛！它是友好生物吗？右键打不到黄蜂花蜜，这什么东西？有花蜜。我比较想去找那只 boss 在哪里啊？然后我们这跟着血条，看一看用血条跟着跑、啊。我还不知道血条有方向嘞。因为往哪个方向走，看它会有血条出来。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往这里走会有、啊。往前走、啊。好穷哦，小屁孩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垃圾人哪里啦？这个是什么矿？这是什么矿？马达对。这什么矿？我看看。上面是什么？铁矿。它是铁矿铁矿怎么变这样？你就长得丑一点也不行。哎呦，你就长得跟你。血条嘞？那边是什么？那是蜻蜓蝴蝶啦，看错了。是蝴蝶。要干嘛？蜻蜓蝴蝶啦。是。这个要组件才打得到世界有铁矿。好久没看见那个。火烧蝴蝶。好像是那个方向。哪里啊？这里、啊。这个方向。不然这蘑菇已经藏在里面。哪里啊？你也。没事。没有血条啊。找啊。这里。突变蘑菇怪到底是三小、啊？应该在附近。我觉得很近，是霸气。有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下面吗？长得跟你一样丑。在哪里啊？上面。上面。阿姨，你们这是讲上面。那里。啊？看到我了。上面哪里啊？他很凶。这里。这边还是丑。哪里啊？我没看到啊。前面啊。带我去前面。哪里？这里啊。哦，嗨，安安。哎呦，动手动脚，旁边有蜘蛛了很恐怖我不要太像蜘蛛了，不然他不是我的刀我怎么丢到他了？僵尸椅，为什么为什么我刀会丢掉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打一打刀子直接喷出去，可是我从来没我没有按到 Q 会不会是被他拿走啊？为什么真的刀子直接喷出去好恐怖哦！他在干什么？他对我喷什么？对啊，他刚对我喷什么？你东西有喷掉吗？你是不是有喷掉一些东西？我的东西。对啊，你看东西会喷掉还我啊！好恐怖哦！我东西。我不知道，问几次。最好先把他打死啊！赶快打死，东西就出来了。好。我的东西被拿走了。我的枪被缴械了。你被缴械了是怎样？你缴械哦。怎么在下面？我看到有一个东西在下面。等一下，你走开，走开，给我的东西啦！这样还没哇？我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我开大打他，没有用他血又瞬间回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没空啊，他死了。东西？你的吗？还是我的？全部。钢叶之剑是你的、为什么在你那里啊？还有嘞，这是什么？僵尸蚁外壳？这不是我的。
啊，什么东西在我身上被我捡走？我哈，我捡走？哦，对，哎，铁木稿是我的吧？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吧？法师不是说在下面吗？什么东啊？哎，我捡到这个，哎，金刚露台，哎，这个我可以用，哎，哇，这么厉害！给我，就这一把就是赚时间那一把，这个就哎给我啦。我自己不捡，后退。哎，这个可以用，哎，可是它是少。哎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蘑菇什么外皮，这里。你才蘑菇皮啊！哎呦，季汉、安安，哎呦，蘑菇皮没有啊！我刚法师的枪不是说就在下面吗？为什么？哎，怎么又一只？哪里？血条还在、欸。你就不能只剩一只吗？哎、欸，人家只能剩一只，我不打了，打又被他缴，又被他缴械。在哪里啊？这个好深哦、喔，怎么那么深啊？啊我存证呢、欸？有人说就是那把剑之法师，可是没有啊，我身上就这几把而已啊。我有村镇呢、欸，我不知道啊，你有被缴去哪里了？我村镇失踪了啦。没有，我这三把，他你说法师、这什么东西啊？棕色的物体，这是怎么解？对啊，我的村镇呢？法师的刀在我身上、你是说那把有附魔的剑哦、喔？那把什么钢叶剑哦？没有了，我的村镇不见了啦！我还他啦！打到了，在上面。不要乱插村镇啊！又不是我插的。啊，还有一只哎、欸，在哪里？你还要打哦？啊，打这个很简单啊。要走啊？等一下啊，拿我让那个刀子回一下。呀，打到了，打到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哎、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哪里？感觉下面有东西。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的，我看不到你啊！你不要一直跟我走散嘛！我射重重往天空。根本看不到，好不好？有啊，你看天花板哪边有发光啊？这里，看屁哦！然后嘞，下面有吗？有东西在飘哎、有东西在飘？没有啊，这个矿是什么矿啊？我要看看。Bitch， 拿错了。你看，要下去吗？要下去打吗？拿错了。为什么我也拿到啊？这是什么棕色物体？因为我打给你的，那不行。没有啊，就一只小小的而已啊。中鹅卵石，中鹅卵石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中鹅卵啊，这个嘞，这个矿是什么？好像不是矿，好像不是矿哎、欸，它只是白白的，这是发霉了吧？蘑菇丝，是不是要拿铲子？铁木，为什么我铁木铲啊？我的，不要乱丢了，又不是我，拿去，丢上来。拿去丢在你后面啊！最好丢他、啊。没有，你驯服他按住，你站边边。根本差多远？可以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明白了，你要相信我。算了，还你。剪刀。气死了！哪里还有白白的、啊？下面。好了，这个要怎么上去？有剪下来了。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是巨石。菌丝哦，懂、欸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上面啊，回来啦。你怎么上去的？我有刀啊！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咬它！那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好恐怖哦！怎样？好恶心哦！我怕虫啦。他是 boss 吗？哪里像 boss？ 右键好像打不到他、欸，要左键哎、欸。这些虫是都友好生物是不是啊？还喷东西？为什么要左键才打得到它、啊？是啊，我看得像虫吗？好恶心哦，大虫虫哎！完了完了！那边有两只怪，哪里？前面。两只变蘑菇怪哦！我比较怕这个会，我比较怕这个会不会跟那个沉默小镇五代一样就是一只 boss 在你打完之后会变成下一只 boss 路上的小怪，你觉得会不会啊？我觉得现在就是啊，就是第一只 boss 打完之后，然后第二只 boss 的路上它变成小怪那种概念呢、欸。是，它有在扣血吗？根本没在扣吧。我有两只啊，你血条看到哪一只啊？是，用哪一把？这一把好了。不是，唰，缴械。没有啊，唰 ，none。是，他叫蜘蛛出来，缴械了，缴械了，是，救我，救我，我的刀在地
上啊！不是，我还有一把，我还有一把。你，哎，我多带几把刀是对的，哎。他下去，他掉下去，赶快去捡刀。你有做过什么吗？好像没有。哎，那怎么那么多虫啦？在干嘛啦？我在射。哎，太多虫了吧？你的刀，哎。等一下，那是我的，不要捡。有虫啦，太多虫了吧？救命啊！救！救人呐！哎，我这把刀子，那个你还不救那边？吼吼吼！气死了！地下刀是你的刀，我可不可以捡啊？不行啊！气死了！哪有强迫人家缴械的、啊？哪里啦？哪里啦？怎么那么难打、啊？我捡到一堆垃圾东西耶、欸！海水稻种子。晚上再看看啦、啊。哎、欸，给你啦，给你啦！外骨骼板，哎、欸，外骨骼板，这个我要，这個、我要。外骨骼板好像可以做装备，我们收集多一点，我们来做装备。当然了。红色细根蘑菇。暗顶蘑菇。还有什么？暗顶蘑菇？哎、欸，我也拿到了。你有拿到外骨骼板吗？有啊。几个？不然给你好了。好啊。屌哎、欸，五个，才五个。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只有这个，这里 boss 只有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我们绕一圈好了，怎么样？去哪绕一圈？到底是？这里感觉范围就这样而已啊。然后不妙，干嘛？怎么回去啊？你不是有盖地标？看不到。那边吧，我记得是那边啊。你的菌丝对啊。再看看啦，方哥，我再看看。嗯。哎、欸，又有一只，超多只啊！怎么多虫啦？多虫哎、欸！我不喜欢虫啦，还有螳螂啊！这螳螂是怎样啦？你是螳螂吗？应该是吧。弹性纤维，哎、欸，好恶心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你看弹性纤维在我包包里面还会跳、欸，哎，哪里？来，给你，给你，有多你捡起来，然后你打开一看，它在会跳，Oh my god， 好好玩哦，它会跳、欸，啊，那个嘞，退伍了，这么厉害哦、喔，入口嘞，入口应该这里，哎、欸，好大只，这怎么那么大只啊？要他的命，要他的命，错，那我看到了，就凭你还想跟我比？早十年吧，干嘛呀？干嘛？又遇到了？我瞎掉了啊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下面。出来了！我靠！哎呦，蟑螂啦、啊！哎呦，好恶心呢、欸！蟑螂啊！啊，不然它什么？你问我，我不想知道那是什么。我先射个虫到天上好了。你要干嘛？哦。根本粘不到，那、啊、这什么啊？你被带走，你被带走了！哦，好恶心，我不要在这个世界啦！被虫虫射不上去，我不要在这个世界，好恐怖，随时都会被虫咬。哎、欸，射不到了，太高了。哦，好恶心哦！虫虫原地落下。我射，哎、欸，粘不到啦！你不会，你爬到桌子上面再射啦？可以射到了，八七耶！我控制把它，可以、欸，很恐怖哎、欸！我不要在这个世界，汪！哇，捉虫啊！到处都是虫，你怎么玩的、啊？这里只有一只 boss 而已吗？应该有别只吧？我看一下，我偷看一下攻略。有日本人啊、日本人要怎么打招呼啊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私は帅哥的日文要怎么讲？我大西瓜，一只王，两只王，我大西瓜要，好像大概三四只王吧。啊，好像玩有三四只吧。有三四，那找啊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耐久已经，我枪耐久已经后靠，救命啊！我被带走了。哎呀，他飞走了，飞走了。好恐怖哦！我就跟你说，我不要在这个世界啦。我不玩了。你看。巧克力真奶、欸，你要不要多拿一把刀啊？我身上有三把啊，看你要不要多拿一把。欸、我的装备已经耐久，所以我问你要不要多拿一把、啊。先不用了，好吧。好恐怖！你身上有没有带着腰刀啊？有啊。哪一把？吞针啊。那你之后你耗耐久都是假赛啦。我开枪啊。不用啦，用刀啦。啊。哦，欸、有人帮我翻译日文哎、欸，好厉害哦。嗯 ，Google 翻译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走啦，找那个，
下一只 boss。这里的铁矿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奇葩？干嘛吗？你妈还有岩浆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听说在这个虫虫世界里泡岩浆会得到永生哎、欸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去啊！我还真的跳下去，我刚是要飞过来哎、欸！北极这里啊，走啦，这里北极、欸。我想喝饮料哦。喝啊，我在日本20年，这么猛。外挂！哎呀呀！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了？嘿嘿，人嘞？人怎么不见了？瑶瑶，我掉到洞里，你没看到吗？哪个洞啊？啊你嘞？你人嘞？问你啊。没有，我就刚往前跑而已啊。哦哦，这个洞哦。对，哎，要他的命。那是蝴蝶，蝴蝶怎么要命啊？哦，蝴蝶。哎、欸，我得永生了，换你去泡了。管你的，走啦。啊。因为不舒服。哎、欸，对了，那个友善提醒，跟着你。哎、欸，我很恶心啊！你被苍蝇包了。我不想近距离看那些虫啊，好恶心哦。哎、欸，好多虫哦，世界多姿哎。你为什么要来一个虫虫世界啊？好玩啊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蜘蛛吗？哎、欸，看起来不像哎、欸，它友好生物哎、欸，右键打不到哎、欸，啊这一只哎、欸，甲虫吧？哦，甲虫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啊，为什么你会受伤？我好啦，各位那个有还有在玩 Pokemon Go 的哈，友善提醒一下，今天御三家出现几率大幅提升哦，还有缺的赶快去抓。这也是亮的哎、欸，火烧树哎，它有火烧树哎，废话，左边一颗烧那么旺，你跟我说是亮的。前面是不是有什么黄黄的物体啊？这个世界整个都是黄的。哎呦，耳朵严重受损，对不起啊。哎，不是这我卡电话你哦。无啦，无卡电话可以啦。麦当啊！大哥，你就这样冲下去，你就这样冲下。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？哎呦，那这是什么啦？好大只哦、喔！而且你听见我没动啊？好大只，好大只，哎、欸，还会射火啦！那也是就 ，Oh my god， 这什么东西？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